轻轻松松，南地由衷。今日我哋去南地屯门新村，去观赏村内嘅卡通动漫壁画，跟住参观隐世迷你农庄。之后我哋去妙法寺参学，出发啦！依家我哋揸车已经嚟到屯门公路啦。依南地行车线行，依家我哋已经嚟到青山公路南地段啦。嚟到交通灯位，转右驶入福坑村路。再向前行大约150米，转右驶入御丰花园时租停车场。我哋泊车喺呢个时租车位，泊车后我哋行去青山公路。喺呢度向前行大约450米，就会去到屯门新村噶啦。游人亦可乘坐轻铁610、614、615或者751线。在南地站落车，落车后行几步就是青山公路了。如果由市区嚟咧，坐953、63号 S 或者68A 路线，都系响南地站落车。落车后，响交通灯横过青山公路，用行人天桥横过青山公路都得。落天桥之后是屯门新村啦。经过牌楼行入村，入咗村，第日行100米，就会见到屯门新村村公所啦。转右行，再行多100米，我哋就会见到卡通动漫壁画啦。呢度有100米三个形围墙壁画，由本地艺术家黄丽娜、何燕常同埋义工同学一起绘画，以缠绕风格创作咗猫、马、鱼嘅动物。
创作壁画是以童趣为主调。我是上老夫子芝麻街的卡通人物。还有牛奶妹、小丸子、哆啦 A 梦，还有太阳花和圆点花纹。这些熟悉的卡通动漫角色是我们童年动漫世界集体回忆来的。这里共有200多个卡通动漫角色，还有400多朵的七彩太阳花，承载着欢乐和集体回忆，亦承载着浓浓的乡情。这间屋的主人是屯门新村陶村长，原来陶村长是五楼先生陶渊明的后人来的。陶渊明作有《桃花源记》，陶村长和这两位艺术家呢共同搭建这里的桃花源。观赏完这么漂亮的壁画，我们就参观隔离的桃花源迷你农庄。这里很有童趣，拿些教轮梯做装饰。翻新环保的旧家具，还种植了很多蔬果植物。大家估下呢啲系乜嘢花呢？讲出嚟大家一定识噶啦，呢啲就系节瓜花啦。睇下开阳花大大个果实，节瓜。呢啲又系乜嘢花呢？是茄子的花啦，开花结果长大就是这个样啦。这些不用估啦，这么漂亮的花是秋葵花。你看下秋葵的果实几脆老，还有菠萝的，但是很小个，不知道要多少时间才长大呢。哇，还有很茁壮的金白换，又叫做罗勒，是食用香草来的，配搭任何食物都很有风味的。看看豆角都成熟了，你们喜欢怎样烹调呢？我就喜欢豆角炒蛋。我们离开迷你农庄了。哇，你看看前面这棵荔枝树，果实满枝头啊，今年荔枝应该是大造来的。黄皮都成熟啦，哇，今年黄皮都是大造啊。
嚟到南地，当然要逛下南地大街啦。呢度嘅特色咧，系旧式嘅百货店、粮油杂货铺，好多士多同埋茶餐厅，充满住乡村嘅怀旧回忆。名气餐室星期一是休息的，想来这里吃东西就要留意日期好了，我们参观完了出村，走回去青山公路。前面新型的这座建筑物是妙法寺综合大楼。我们现在入妙法寺参下学。妙法寺是一座三层楼高的万佛宝殿。外墙上盘龙住两条巨型的金龙，门口有石像、狮子、麒麟各一对守护住，下层供奉弥勒佛，仲有四大天王。西方广目天王一手握住蛇，一手握住猪。北方当文天王手握住雀，东方持过天王手抱琵琶，南方增长天王手握智慧之剑。顶层是大雄宝殿，是供奉释迦牟尼佛、东方药师佛和西方阿弥陀佛，入面还有一万多个不同姿态的金佛瓷砖。入面还有其他法像和壁画的。每幅画都有个故事，有时间可以慢慢细意欣赏。现在我们离开妙法寺了，路过隔离的福坑村老花园。入面有一座古典的李苑门楼，已经有八十多年历史了。门楼本来是一座宅地主要门道，宅主姓李。随着城市发展，李苑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最后我们来到洪水桥大街，我们对上一条讲大花紫薇的影片，有留言推介我们来这里看大花紫薇，所以今天我们就绕道过来这里欣赏了。果然开得好靓，冇介绍错。我哋最中意就系睇花噶啦，让我哋慢慢细意观赏。
就到此为止啦。喜欢呢条影片嘅，请俾个 like、分享同埋免费订阅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